1998年9月30日，我永远忘不了那天。身为警察的我在那天死了，拜保护伞公司的生物武器所赐。那个晚上整个浣熊市被夷为平地，万幸的是我逃了出来，但大多数的人却没那么幸运。之后我受邀加入了政府的秘密组织，因为我别无选择，严苛的训练和任务几乎要了我的命，但至少我的记忆可以喘息片刻。我真的想忘了那个夜晚，那份痛苦，哪怕一秒也好。这一次，也许会不一样，一定会。我说美国佬，你干嘛要来这个鬼地方？我就没见过这么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当我是来找人的。找的肯定不是一般人啊，就连局长都亲自下了命令要我们帮你。我知道你们陪我来不是为了度假烧烤。也许我错了。你真会讲冷笑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到处乱讲。不少人都在这一带失踪了，这种情况也有段时间了。就是说，你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吧？我是说，上周我们还去找失踪的登山客。我相信你们会尽力帮我的。应该是这一带了。我去方便一下，马上就回来。Good for you. There has been a bit of wedding dido. 来一个。Asidium mas dedico. Hey, ¿hay alguien ahí?他这也太满了吧，掉坑里了。要不你下车去看看情况。我在车上盯着，吃了罚单可就不好交代了。太谢谢你们了。有人在吗？抱歉，就这么进来了。What's going, please? Vino aquí?
我能听见。你那边怎么了？老超，这里是秃鹰一号。这里是 Hunnigan， 情况如何？总统的女儿秃鹰很可能就在这村子里。看来情报无误，非常好。我需要附近湖泊的定位，她可能在那附近。明白，我看看能查到什么。快点，这里的人都不知道怎么了。这次任务别走了，之后再说。我自己会走。干嘛了？玩 bingo。秃鹰一号发现了一条能去湖边的路，先找到一个巨型风车，过了风车就是那条路。风车，收到。路上小心，关闭。很疼，知道吗？看起来你好像有不少话想说。你说对了 ，Senior。顺便问一下，带烟了吗？少抽点，吸烟害人。算了，先帮我解开再说。霍尔内，他怎么来了？你是谁？站在那里别动！
即可开始。我怎么回事？嘿，别动。嘿 ，Yankee， 你叫什么？利用。不爱说话。我叫路易斯·塞拉，我猜你和我是不是搞错了度假目的地？别动！听好了，你一动我就动。你看我都快不成人样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碰上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吧？我猜你是来找人的，对吧？我再猜你在找失踪的 Signorita。女孩，说，快点！我说，我听到过他们说要搬走 Signorita。搬走？往哪儿？谁知道？不过后来呢？他们好像又把谁拖走？去老教堂那边过。你儿子，跟你在一起，肯定要死。哎，话还没说完呢。再见，amigo。被没了。秃鹰一号报告，已锁定雏鹰位置，目标很可能在某座教堂内。很好，是个好消息。这是刚刚打听到的，那人说他叫 Louis Serra， 那人感觉有点可疑，帮我查一下他的背景。收到，秃鹰一号，我会调查一下的。这段时间内，你就先去教堂吧。好的，反正也该到告解的时候了。秃鹰一号完毕。受了圣赐，情报，他曾经是保护伞的一名研究员。保护伞，早知道就该让他烂在袋子里。哼，现在发详情给你，有空看一下，但别忘了首要的是雏鹰。收到，正在前往教堂。秃鹰一号完毕。Thank you.
肉酱火刺吾等制胜之体，即可开始破晓之时，汝将归信吾辈之教门，共享圣洁之庇佑到永远。秃鹰一号呼叫老巢，听得到吗？秃鹰一号，你已经在频道上寂寞了三个小时，你还好吗？没事，我很好，我保证下不为例。教堂呢？我还在找开门用的钥匙。收到，你没事就好。老巢完毕。Ashley， 你在吗 ？Ashley，Ashley Graham， 你在吗？别过来，听着，冷静点。我叫李阳，我来这里是奉总统的命令。跑得真快。喂，外面很危险，你最好按我说的来。那是什么？你看那边，抓住他们！大白，迷途羔羊逃了，赐予他们救赎。信任我，我希望你也能信任我，按照我说的话做，我会把你平安送回家的。好，李阳。首先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好，放梯子。我怎么办？没别的路了。放心，我接着你。来，相信我。我已与雏鹰接触。收到，他状况如何？一切正常。非常好，雏鹰一号，我会尽快派出直升机。现在给你发送撤离地点的坐标，请尽快赶到，同时请确保雏鹰的安全。收到。快点，天气越来越差了。老巢完毕。我说过这里很危险，跟紧我。
好。嘿，快过来。之前那事说的就是。哎，你找到失踪的 Senorita 了。我不是什么 Senorita， 我叫 Ashley。你呢？我叫 Luis Encantado。 很好，自我介绍完了，现在说吧，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真是好问题。不过呢，快藏起来。要藏的话，这里，帮帮我 ，Ashley， 快过来，进去。好了，游戏开始了。血了吗？你是知道什么吗？咳嗽、吐血，这些症状都是因为 drug。好了，你们也看到那些人了，对吧？你身体里也有相同的东西，会把你变得和他们一样。这些你现在正在经受的症状，只是早期反应。我不要变成他们那样。好吧，算你走运。这种早期阶段的寄生虫，也就是 plaga， 是可以清除掉的，做外科手术就好，只需要掌握一点知识，还有就是适当的设备。你也是？别担心，我呢有个计划，前提是你们要相信我。很好，我们是一伙的了。嘿，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为什么，时间可不等人。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因为能让我好受点。别问那么多了，我会再联系你的。美女，点烟了吗？带了，保证你爱抽。先说琥珀在哪儿。真不巧，我现在没带在身上。你倒是先应该夸一下，我一直都做得这么好，要不是被抓之前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它藏起来，你现在就该给我收尸喽。交易是给我琥珀我就带你离开，没琥珀那就免谈，路易斯。你也太斤斤计较了吧，雷达。那这样，我现在就去拿，行了吧？而且我顺便也有别的东西要拿。老程，我收到了坏消息，秃鹰一号。由于天气恶劣，直升机现在无法接近你们。你们能撑到天气好转吗？不行，太危险了。我们会去找其他安全的地点。很抱歉，没能帮上你的忙。不用担心，
就算有，我们也游回家。秃鹰一号完毕，走吧。我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是多想想怎么逃出去吧。嗯，也是。好了，走吧。他想要的人是你，要是再遇见他，你就只管跑。你怎么办？我会尽我所能。小心点。粉碎仇敌吧！妈的，不管用 ！Ashley， 快跑！好。That's the way we go。神啊，感谢你的赏赐。这么想变成，我来帮你。原来你也是个虫子，你这个叛徒！
我说点什么？谢谢。没事，大伙一定会把他们引过来的。我们先走。啊，利奥，我不会变成和他们一样，对吧？有我在就不会，我保证。怎么办？也好，至少不用担心后面有追兵了。走吧。好了，我是刘易斯，还在附近吗？我是想回家，可 Ashley 想参观一下这城堡。去哪找你？我在你们来城堡里的中庭吧，在那里碰头。Zhao，好吧，艾什利，路易斯刚才说。知道了，我们得出发了吧？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城堡，非常荣幸终于能一睹你的风采 ，Kennedy 先生。你他妈的是谁啊？我，请你们叫我 Ramon， 我就不兜圈子，有话直说了。我希望你把那个女孩交给我，立刻。你想得倒挺美 ，Ramon， 她现在有伴儿，你少多事。真不愧是你 ，Kennedy 先生，太高尚。无论如何，那女孩我们要定了。只要把她用作源头，你们的美国还有整个世界都会满载主的恩典。这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塞德尔教主的宏图大志。现在你们理解了吧？没门。你听到了吧？那太遗憾了，好好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死路可是他选的。利奥，紧紧跟着我。看来没有走错。你没事吧？应该没事。与其担心他，不如担心你自己，愚蠢的羔羊。克制点孩子。艾希莉，呼叫老巢，情况有变，我和雏鹰在一座城堡暂避，但我们现在被隔断了。清楚，到你。老巢，听不见你，能听见我吗？刘一号，打，进行。妈的，又怎么了？站在那里别动，李阳，你不想我来真的吗？嗯，真没想到六年不见你就是这么跟我打招呼的。哎的，你看起来不意外，有意思。
下次要记得用刀，近战的时候比较好用。身手不错嘛，行云流水。那么你这次又是为谁工作？哦，利奥，你知道问也白问。别管他了，那女孩已经没救了。你现在走了，又没有人知道，说不定你还能活着见我。我可能会用你喜欢的方式打招呼。你觉得我会这么容易放弃吗？也是。那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他。没什么错，但是不能逃避，你得继续往前走，一定会好起来的，一起好。不知道我行不行？你行啊，不过下次同我之前说一声好吗？利用是谢谢你。路易斯，你人呢？抱歉，我搞砸了。你快来救我吧，白马王子。那你就等着被马踩死吧。别这样，我在中庭后面的舞厅里，舞会快开始了。那家伙真不错。他有麻烦，总不能不管他吧。利奥，后面。你待在那儿。快跑，快！
搞什么？Ashley， 你没事吧？没事，你等着，马上救你出来。接着，试试这个。你下得来吗？我来接住你。抱歉，还没进展。不过我的小助手倒是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船到桥头自然直。前提是你可得把你的狗管好了。他是个好孩子，不会乱来。好，牵好他。到时候被咬了可别来找我。主意了吗？没的。要是还没有，我给你一个情报。王座厅那里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了，保姆难当啊。嘿，没的，没的。啊，服了。受伤了吗？小心！不要！继续，你们继续。不，你要听话，宝贝儿，不然只会增加不必要的痛苦。不要！不要！
你这个Despedimos, señor Kennedy.新的女儿一样，她已寻我教圣餐之礼，现在她无论血肉皆为我族，我忠实的门徒会给她指引。去吧，去救赎那些迷途的孩子们吧，如你所愿。我会给你打折的。好点了？嗯，好像有效果。别高兴，这些不过是拖延时间，抑制剂的效果不会太久。准备好了吗？不用担心我， Ashley 才是首要的。既然如此，该干什么很清楚了。出发，三丘喷萨，我们一起去救杜鲁西尼亚公主。你可小心点吧。哎，那是我的毛。好吧，我快点还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别老是疑神疑鬼的，我不是说过我会帮你吗？信任一个为保护伞卖过命的人，对我来说很难。你都知道了，保护伞已经完蛋了，你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企图？就是想让自己心里好受点，改过自新，或者做点类似的事情。来退吧，桑丘。你叫谁桑丘？看，动起来了，这样我们能快点。我做梦都想不到。嘿，我们要赶时间嘛。哦，说回来，说什么？希望你喜欢过山车。我们要出轨了，快停！灭了的，快把那些反刍打掉！撞上了。甩掉他们了！
往右拐。刚刚开始呢，好了，出发吧。啊，一次就够了。行吗，桑丘？嗯，随你说吧。累死我了，
真得感谢一下科技的伟大。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豁出命来帮我们？你又不认识我们。我说过，这能让我心里舒服点。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以前为光明教工作。看，我就说嘛，帮你们两个也弥补不了多少罪过，我清楚。但我真的不想再让其他人受伤害了。要真是这样，那你最好卖点力。哼，侍从真刻薄。终于走出那鬼地方了，新鲜的空气都想我们了。不是废，既然我们都走到这里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快了。快什么？喂！好久不见，新兵。Krauser少校，怎么是你？为什么？拿回被偷走的东西。顺便在路上杀几只老鼠，小菜一碟。Ashley， 是你抓脑子挺快呀、啊！我没教过你吗？用刀更快。被那个邪教控制了吗？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自己会做选择。少校，是不是脑子坏了？啊，我的脑子比以前更清楚，集中精神，拿出你的本事。为什么连你这种军人也要替他们卖命？为什么？两年前的事你都忘干净了吗？哈维尔行动，哈维尔行动，我的整个队伍全没了，都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都死了，尊严毫无怜悯，只有毁灭性的力量。要不追击，我有什么错 ？Krauser， 我能够理解，这件事的确不可原谅，但并不代表你有权伤害无辜的人。小孩，凡事都想分出个对错黑白。来呀！这两年里，你什么也没学会吗？
玩到这里吧，新兵，你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害我白期待一场。不太妙了，朋友。全世界的女士们多了一大损失。别说了。那这是我实验室的钥匙，去那里除掉该死的寄生虫。去救艾什利。你是光荣的骑士，堂吉诃德。我跟你没完 ，Krauser。原来你还是讲情面的，所以我应该谢谢你。没错，别忘了。说过了，我会把女孩交给你的，带走吧。转告教主，请别忘了她忠诚的仆人 Ramon。受了塞德尔教主的恩典，废话真多。偏见啊！你这下流、毫没教养的杂种！就让你看看。随我的力量是神的力量，现在上演最后一幕吧。我对你的破剧本没兴趣。展示一下什么叫一流的剧本吧！救救我，撒德勒教主！真该死！在找东西吗？想说，我有事想要问你，但我也不指望你老实回答。
浣熊市那场灾难之后，世界变了，想救一个人可能要死上百个，我想我也变了。你 Leon S. Kennedy， 你一点没变，你只是以为你变了。那我就要问了，你变了吗，贝特？或者只是想再利用我而已？你觉得呢？到了，别想太多，帅哥。回头见。我就这种命吗？抱歉，来晚了。不晚，谢谢你，你的药来的正是时候。站得起来吗？路易斯呢？他一直都在担心你，直到最后。走吧，没多长时间了，来除掉他们吧。为了路易斯。贝德在吗？有个可以清除寄生虫的实验室，直觉告诉我你知道他在哪里。最重要的设施全部都在他们山顶上的圣殿里面，去那找吧。哼，你真是 Ada 百科。乐意效劳，欠我个人情。我们的圣体是主的眷顾，也即将成为众生无上的祝福。Las Plagas， 欢迎孩子们。我是 Osmund 的 Saddler， 是无主的传达者。我没兴趣听你废话。愚昧的羔羊啊，为何抗拒恩典？来吧，献上你的躯体，顺从吧，顺从无主的声音。
我忠实的门徒将会聆听你的忏悔。孩子，你不必再害怕了，献上你的身体，从恐惧之中解放吧。我等你很久了，新兵。啊，还在担心那女孩对不对？一如既往，你总是搞不清楚状况。如果你以为我能让你活着出去，那你就真的是太天真了。你救不了她，你谁都救不了。住手吧 Krauser，就算当那帮疯子的走狗，也救不回你的命。到底是为什么？为了报复政府？兄弟们会同意吗？报复？你以为我做这些事为了报复？难道还有别的原因？知道吗？那片丛林让我获得了启发。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纯粹的、不折不扣的力量，而光明教给了我这力量。你以前就是个混蛋，但那时候至少还有原则，还有尊严。可是你现在呢？回忆到此为止，来当我的活靶子吧，新兵。差不多了吧 Krauser。 告诉过你一遍又一遍，你太软弱了，成不了大事。而这就是之间的差距，新兵。你的训练该结束了，坚持着力量吧。那就是你真正的力量。我打算退票了。你会为你说的话后悔的。我等不及想看你求饶了。还没完，最后一刻才正要开始。错，现在该给你上一课了。口气不小啊！来吧，新兵！准备好了吗？还不错，但我本来就预期如此。毕竟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潜力，可惜的是，看不见。
完成。你也这么说吧。你也在这儿跟我去了。我认识的 Krauser 已经死了。死了。更加强大！哎呀！太慢了！破绽百出，草场三马是真正的力量吗？你全是一切弱者，保护不了。再这样下去，你就没东西可以保护了。你应该懂的。那你就错了。我以前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懂了。无法抗拒这种力量，相信一下进化的可能性，然后变成像你一样。看你八成是疯了。竟然想毁遗言了吗？就对了。没白交。
是 B， 看来是这条路。不一样，你下来吧。不行，我说过我一定带你平安回家。这里，真的怕你死了。没事了，是你做的？对，是我做的。站得起来吗？地图。对，我找到的。他好像指了条出路，在这里。你说我们算是搭档了吧？这么下去，我就要失业了。所以这一切，林怎么一出寄生虫，是你的意思？是啊，我们能活着都多亏了他。待在这里，我马上就回来。好的。拒绝加入我们。
此血无声，竟然如此逆天背离。不过最需要救赎的不正是最大恶极之人吗？还是得提早结束，不能怪我，得怪你。用这个，哼！我也送你一个圣体。和你无关，李昂。路易斯和我有个约定，别担心，我会好好保管他的。来接我了，一起吗？我想你和我都很清楚，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好吧。谁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快走，这个岛要没了。要怎么了？要没了。
不知道，这太刺激了。任务完成了是吗？等你平安到家，任务才算完成。谢谢你救了我。别客气。我想我可以和我爸说一下，请你继续保护我，你有兴趣吗？你不需要我，你已经能够保护好自己了。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一下怎么用刀。走吧，我们回家。秃鹰一号，呼叫秃鹰一号能听到吗？请回答，听到就回答，又接不上了。Leo，你和阿什里没事吗？你们在哪儿？听到快回答。帮我接通，琥珀已经到手了。做得好。我有个问题，你打算拿它做什么？我付钱不是给你问问题的，你只需要知道新的黎明就要来了，到时牺牲百人才有一人能幸存，而我正在加快黎明的到来。所以代价是几百万人的性命。几十亿。胃口真大。改变航线，马上。Lost in the dark, the bullet or the blade that kept us apart. But I've been moving on, can't be still for long, 'cause it's the only way. Never ache for a place called home, can't hold on so tight, gotta let it all go. I have a purpose, it's all that I need to help me find my way every day.Drawn into the light or the shadows in your head.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ahead. And don't ever look back. Don't ever look back. 'Cause I got a feeling in my bones that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Yeah. Don't ever look back. Don't ever look back. I fought a warI learned how to win. But how do you fight when the enemy's within? Find your pride, go deeper inside, for the fire that will light your way. The ones you trust can one day betray. You're the hunter and then you're the prey. You pay the cost, it all feels lost. Then you hear a voice inside you say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ahead. Don't be drawn into the light or the shadows in your head.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ahead. And don't ever look back. Don't ever look back.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ahead. Don't be drawn into the light.